我们来一个马桶六鬼战术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你看看好喽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！哎，没事没事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这个行云流水的马桶战术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 Puppy Playtime。相信各位看到这个界面应该不陌生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最早之前玩过的盗版 Puppy Playtime 啊，还没看过的可以赶紧去看一下上一集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最近 Puppy Playtime 第二章快要出了嘛，预告都出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游戏啊，这个盗版也是有第二章的。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第二章，好不好？直接开始。为什么第二章不能点？啊，不是有观众说可以玩了吗？还是我们要先破完第一关啊，因为我这款游戏是有删掉过的，先玩完第一章才能玩第二章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？反正凭我们这个技术啊，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啦。我们直接一个高速通关，顺便让那个第一集还没看过的稍微看一下好不好？这里密码是蓝绿橘红，蓝绿橘红，蓝绿橘红 ，Nice baby， 门打开了，然后我们这里可以捡到喷射包包，很好。啊，这个道具我们就不捡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道具会看广告啊，神经病。然后有人说这个右上角不是，这个左上角有道具栏，一大堆人在第一集的下面讲说左上角有道具栏，这个是不能点的 ，OK， 不能点的，不要耍白痴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耍白痴了，我们赶紧开门啊，直接通关。哎，避开广告，然后碰这个，哎，完了，我又吃到广告了，碰，很好，轻轻松松啊，这个路线我们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哎，鱿鱼娃娃的模组哎，这个广告一关掉，游戏就变得超级顺的，是怎样？是不是涉嫌在偷偷的给我载一些奇怪的东西啊？载一些病毒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不要再闹了。好的，我们就速速通关啦，今天目标是第二章。干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的目标是第二章。为了避免第一次没看到的，我们今天再跑一次，各位再跑一次。这里也是轻轻松松的，来啊，我们倒着跑好不好？倒着跑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嘿，可爱哦，可爱。然后地上还有箭头指引我们道路啊，太简单了这游戏。诶，我是不是走错了？诶，没有，我走对了，好棒。OK， 然后这里是走这里，旁边那条是死路，各位记得。来啊白痴，快点白痴。哇，跑得好快哦，通关了啦，轻轻松松啦。哎，真的哎，我玩完第一个章节之后，第二个章节就可以玩了。我们直接开始玩第二个章节。电脑上都还没出的第二章，手机版本竟然已经出了。那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这个手机上面的盗版第二章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是怎样？看起来我是被关在一间奇怪的玻璃房里面。我可以碰它吗？哎，我碰不到它哎，它的手都已经穿进来，碰不到。哎，牵手，好，不要闹了。这里我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机台，可以用吗？机台可以抓 ，Pay to win， 这里要付钱哦。哎，我是要捡钱吗？难不成是这样子？查找礼品中的代码以打开安全房间。为什么他的目标是跟第一章一模一样的？这里也是要看密码哎，绿、浅绿、红、橘，绿、浅绿、红、橘啊，好不好？绿、浅绿、红、橘。啊，密码在哪里？这边吗？哎，我们要去哪里点这个密码？哦，这边这边，绿，哎，点错了，靠呗，再一次。绿、浅绿、红、橘 ，Nice baby， 打开了。啊，那个 Huggy 呢 ？Huggy 还在对面。看起来我们最后应该是要走他那个通道逃走啊。我知道了，明白了。这些礼物我就不捡好不好？那些垃圾玩具，这什么？在墙上寻找密码以打开房间的门。墙上有密码。哦，我知道这个啦。所以一是紫色，紫蓝。紫蓝绿白，紫蓝绿白 ，OK 的，紫蓝绿白，轻轻松松，还、啊、这什么？哇，这里看起来解谜很复杂，天上还有圈圈叉叉，我看一下，这里要先找电池啦，我们先找完电池，找完电池之后，我们可能要玩那些游戏机哦，应该是哦，来了，这边还有一个小龟，不是小乌龟，嗯，好，不要乱讲话。电池捡完了，打开墙上的所有开关。哪里？墙上？哦，这个跟我们第一章差不多嘛。墙上开关，只有一个哦。赢得比赛摇滚剪纸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我们要赢得三场比赛哦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我赢了，太棒了，开心。这一次肯定是石头啊，靠杯啊，这一次肯定还是石头。
完蛋了，各位啊，这次肯定是石头。屁啦，你作弊，你犯规啊，你读心术哦，怎么可能？那怎么办？哎不，是不是只有初步可以赢啊？好像是哦，你看，其他都不能点。你看，只有初步是赢的啦。啊，我懂了，我们连续三场步就赢了，太白痴了。在墙上的轮游戏中赢得三场比赛，是这一个吗？这要怎么点？要点在这个浅蓝色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。我们要选择这个最细的点，好不好？男人就是要走那个艰苦的路。哎，靠腰。再次，一定行的。哎呦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很强？再次。啊，就是这，看，没事，各位什么都没看到。哎，没有问题，有没有看到？正中红心，各位，正中红心。哎呦，你看，不对啊。有了，上面有计时了。啊，我刚第二场他没有帮我计耶。来咯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小朋友才给你选这个大大的空格啊？真男人都玩这个，各位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来试试看，用手工扫描仪打开门锁。怎样？他也在追我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在追我啊，所以是从这里要开始被追咯，是不是？我很期待啊！哎，有陷阱啊，洗吧。因为我把网络关掉，所以他这里不能看广告复活啊，游戏就当掉了啊。欸，他有帮我记录欸，这款游戏也太高级了吧，竟然有记录点，真假的啦。我们走这里，肯定是走这里没错。欸，不对啊，这是陷阱啊，别想骗我了，我们走这里啊。欸，走开，妈，滚啊，要挡路好不好？滚，都给我滚，很好，应该是这里啦，我们把这个拉出来，拉不出来啊，耍白痴哦。欸，可以哦，然后又是死路，我简直低能儿。佛莱迪啊，不是玩具熊的午夜后宫。然后呢，我要干嘛？这里是要秘密打开隐藏在纸上与彩色的锁印，铁门上有密码。哪里有铁门？然后这边哦，绿黄咖啡橘。绿黄狗屎橘，好的，绿黄狗屎橘。欸，这不能点欸。WC， 我们先上个厕所。开门。欸，开个门啊。这门也不能开。浅绿黄狗屎橘。哦，浅绿。啊，干，我在干嘛？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这个突然失智好不好？是浅绿，各位是浅绿。浅绿黄狗屎橘。很好，然后先开这个吗？开了之后呢？开了之后，舞台电灯被打开了。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些全部点开就好了吧？对吧？是不是？啊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欸，有了。然后最后一个星星在里面，把这个推倒。欸，推。啊，可以，用拿的好不好？我们用拿的。走开啦！快点，滚啊！挡在那边，擦！OK，Nice，应该是要走这里，没错吧？快速的进入厕所没有问题，进入这里，然后往前冲，前面就是出口嘞。我不要，我要先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欸，这里有流星锤，欸，还有马桶，欸，我们来一个马桶六轨战术好不好？来，各位你看看好喽，有没有看到？可以看，欸，没事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这个行云流水的马桶战术啊！太嫩了，直接高歌离席，溜了。他叫我们得到梅斯，梅斯是什么？锤子。早知道就先捡那个锤子了。得到梅斯没有问题。好的，啊，可以攻击吗？不好意思，完了，我们要使用这个狗屎厕所战术了。看我一个马桶六轨之术，行云流水一般的马桶六轨战术啊。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溜了，走开啦，白痴！欸，我的拳头变成这个，这里要打破，这里要干！他来了！快点打破啦，不要挡路好不好？走开！欸，完了！
没事没事，哎，我赢了我赢了，这是你的运气，你从哈基和弗莱迪逃脱了。什么运气？我这个是实力，好不好？哎，挺有趣的，挺有趣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盗版应该跟实际上原版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实际上原版我很期待啊，我已经看过那个预告片了。可是感觉那个怪物好像没有到太压迫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目前看起来的话，还是 Haki 给我的感觉会比较刺激啦。追逐战我个人觉得就是 Papi Playtime 最重要的一环啊，我非常期待第二章的追逐战，我们就等它出来再玩，好不好？一定会玩的，各位放心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款 Papi Playtime 盗版第二章就玩到这边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，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